night， 就是晚上的时候一个人走，他不怕。OK， 所以这个是怕，它和害怕是一样的。好了，这个时候我们来选 fearing the blank， 一个是怕，这个第二个是经常，这个是校长 headmaster。OK， 好，那第一个。那个饭馆离我们学校很近，我们怎么去？我们怎么去 ？OK, very good. 我们经常去，因为 the restaurant is near our school, 对不对 ？So we often go there. 我们经常去。好，第二呢？天天。Cada vez más, pero supongo que era como una mamá, era como una manada de los cuartos. No sé. No sé. La sé, chicne, madre de su calzada de que son de la sala. No sé. Amara, la gente que lo sé, a mí. ¿Qué punto? Shut up. La en una que se recuerda. Okay. 他们听不懂吗？你看 ，understand 不 ？understand 都 understand。That's equal voice of Korean。啊，不，那 yeah mute Korean。好，第二个。好，第二个，天天只吃不运动，我很什么？我会胖什么？我很怕，对，我很怕我会胖，对，会变胖。好，前面那位老人是谁？他是我们的校的 headmaster， 对呀、啊，他是我们的校长。好，所以这个是怕，经常校长。好。那么你听一下我的会老师来念，你们来回答这个问题。刚结婚的时候，丈夫习惯做什么 ？Only ten minutes left. It's okay. Only 10 minutes. 好，妻子希望丈夫怎么样？对，好，听听啊，老师来念。刚结婚的时候，我丈夫是中学老师，他喜欢每天早上起床后，一边吃早饭，一边看报纸。十年过去了，现在他已经是校长了。因为太忙，每天早上我起床都看不到他，晚上很晚他才回家，我真怕他累坏了，希望他能少一些会议，多一些休息，可以经常和我还有孩子在一起。OK， 现在回答问题。刚结婚的时候，丈夫习惯做什么？嗯，起床。嗯，早起床，然后一边洗澡，早饭一边看报纸。Very good。Yeah, yeah. 就是刚结婚的时候，丈夫习惯的是早上起床后一边吃早饭一边看报纸。OK， 那现在妻子希望丈夫怎么样呢？她希望丈夫怎么样？现在，因为她说 ten years past， 她的丈夫变成了什么呀？丈夫现在是 headmaster，、oh. 对，是校长。
所以很忙，对不对？所以她希望丈夫怎么样？她最后有一段话，她希望丈夫怎么样？她是说，少一些会议，多一些休息，可以经常和我和孩子在一起。那这是他最后一句话，是要少一些会议，多一些休息，可以经常和我还有孩子在一起。OK，所以这个是我们最后的这个课文。你看，最后的这个课文，刚结婚的时候，我丈夫是中学老师。他喜欢每天早上起床后，一边吃早饭，一边看报纸。10年过去了，现在他已经是校长了。因为太忙，每天早上我起床后都看不到他，晚上很晚他才回到家。我真怕他累坏了。我希望他能少一些会议。多一些休息，可以经常和我还有孩子在一起。OK，Yes，Yes，Yes，OK，You're so kind。我们下课吧。你说终于下课了，你不用终于，可以用终于下课了。走。Document your speech. 拜拜。Document your speech. 好累呀，你们。好累呀。Thank you. Thank you.